苗栗人的宪法过重，一百空三年，真是心里凉脆。学生啊，家人被挑剔，除了体能的拉好，甚至就保持到日天的水准。学校统计，了解过三凉脆生产，学出来甚至突然都就50几分下降，还有一个人考到69几分，真见动作。古会上东东滚，新法总好让两吹给大家同好做当印证。黑讲一啥无生意，有人养唔错，唔但请演出给效果又差，严重给时节吹也袂跌到树上。学生爱来点养料，做得训练注意力，本学习成绩越来越好。那每个人都是要同心合作，我们才能把一只龙舞好。所以我觉得从中学到的态度和团队合作的精神，是我们可以在未来利用到的。李振廷同学讲了，参加杨良吹，唔但请体力较好，做事情当专心，还做得听到读书，考试成绩排头前。今年学生拿到69几分，还有希望考到第一次年台台心理呢。新法中学为了成立杨良吹，系因为高中后生时节，每时在庙里帮梁杨国梁。讲到帮梁哈，细细个对啊，杨梁哈也有参与过了哈。不是来到一只好搞个，唐多讲个攀一只梁吹哈，啊像一只梁吹，迄唔免讲，人借一只机会，本一学生个也体会一下，人做参与一只梁吹以后，下一辈有乜个发展，也有乜个好。好肥腻的这种经验，高中专业场讲，汉白杨梁技术可能会接唔下去。学生嘅厝头好杨梁，未做得来好梁嘅制造同高梁技术，唔但请做得培养团吹精神，未做得传承文化。客家新闻总资讯，苗栗报道。